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喝醋冰》。上正彼条钱，为你我不
暗暝的暗暝的地一满天边，孤零零不知倒位去。总当有天气来照路，你是春天上水的花蕊，为你我不怕阿甲当哥哥，你是天顶上光彼粒星，为你我不怕遥远甲艰苦。春天的花蕊几山见，有你才有好香味。暗暝的暗暝的天一满天边，孤零不知倒位去。春天的春天的花蕊几山见。暗暝的暗暝的天一满天边，孤零不知倒位去，孤零不知倒位去，孤零不知倒位去。今天后厝边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就听了两首非常棒、非常好听的歌，在这个和声的歌曲里面，其实我觉得最感动、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说，团员里面好像都没有人唱走音，而且呢，好像都没有被别的声部拉走这样子。你们都好厉害耶！没有，我们都会走音哎，会走音，啊，会被别的声部拉去吗？有啊有，全力拖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嘿，后厝边都我们在请，我们在演秀乡里。真的，不过也是很快乐就对了。哦，是。其实能够这样子大家一起快乐的唱歌，其实是非常感动的。这两位是多久的团员？自己介绍一下。我是那个跟老师学音乐大概三年多的时间。三年多。合唱团的部分大概有三年啊，还有全部是在卡拉 OK 的部分大概一年。总共跟老师大概四年，所以总是你就是很会唱歌。不，没有，还是在学习。嘿，同学也都参加我们这个团很久。其实我应该也差不多是三年左右。三年。对，那参加这个团其实是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因缘际会啦。因为我早期是住在太平。Hey. 好，那因为在太平那边，我参加的是国乐团，我是学柳叶琴。那后来是因为搬到南屯这边过来，那因为距离太远了，那所以我就把国乐团那边哈，那就因为距离太远，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参加。那因为刚好姐姐姐夫那也都参与他们这个老师的这个合唱团，那老师就姐夫他们就一直推荐说啊，这个他们这个合唱团很好啊，五花的调啊，对，那所以我就过来参加，那参加了之后觉得哎，哇，觉得很舒服，对，那因为我们是上班族，
唱完歌还在上班，对对对对对，嘿，那平常的话就是很棒，白天的话就是一些行政事务嘛，那难免多少会有点压力，那唱歌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舒压，我觉得很棒，唱一唱那个压力都就都不见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一个礼拜来一次，对，一个礼拜来上课一次，哦，是，好，那一定要问一下你们团里的这个因为你们男生好像比较少，对不对哈？稀有动物之一啦哈，嘿，陈先生不好意思啦哈，请教一下，你是做行李还是做公路员？我以前是在国际牌上班，国际牌是那个卖那个做电器的，电器。他后来我转嫁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做一个小生意。小生意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小生意吗？我们美村路有一个看不上眼的店，叫做点头兵嘛。点头兵，对对对对对。哇塞，那不是现在就人气的那个点头兵吗？大概这一两年比较那个，因为物价或者是天气的关系啊，就是比较不，啊，现在因为交给下一代啊在经营，是哦，我是在做幕后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个大概点头兵有16年的那个历史，今年刚好满16年，哦，是哦，他大概一年做8个月。啊，休4个月，所以说你如果4个月当中，这个店就休息啊，8个月就是比较，世间哪有这么好的行业？不，啊，较早的人就讲医生哦，我袂做医生啊，只好来卖冰啊。哎呦，安尼哦，我知啊啦，伊就是卖冰来做医生嘛。摆后边几啊坎的吼，哦，真的，所以点头兵原来。老板也在我们的这个新感觉合唱团里面的其中一员就对了。谢谢。啊，你来家唱歌安尼，你有感觉讲哦，足轻松，还是讲感觉什么特别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陈如刚才郭小姐说的哈，就是唱歌是一种兴趣啊。嘿。后来就是基本上我从读书的时候，高中或者是到出社会都一样。爱要音乐，只是那个条件上哦，环境上就是比较不如己所欲，所以等于讲，你自就少年的时阵，我就很喜欢音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不啊，但是我歌声不好，但是我是就是有这个音乐来伴我一生，我这样我就很快乐的，对。哇，是，所以，你在这个团里面，你也觉得说很快乐就对了。当然，当然，其实我旁边还有，参加几个团组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新感觉是最温馨的，一来快快乐乐，二来老师的指导，很接近这个，讲政治一点就是民意，就是很贴切。老师也很会教歌，像我们唱歌时候，本来我跟老师是跟那个唱卡拉 OK 的，后来有一个机会，我们一个八麦公的教练帮我引进来这边唱合唱团，本来也唱一部的，啊一部要好好的，老师说不然你来唱二部，啊二部我跟不上，又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有了年纪的哈，大概接近了，对对。又这个咬字又不清楚，那我常常老师指导啊，让我就是觉得好像跟不上来，这个天资上或者是各方面的就会有点跟不上来，尤其更那个就是国语咬字又不清楚。是哦，啊，可是竟然也能够唱得这么好，哎，我们的杨老师，你的意思就是说功劳足大诶？哎，对对对，他很会指导我们学生哦，啊，我们都。以前哦，我平常是还 OK， 但是学了歌唱以后，老师到这里我都血压都要升高了。本来对对对对对，我也坦白跟老师说啊，说老师我都要本来没有高血压，为了唱歌就是血压都升高了。
再来有一个糗事哦，我们在歌唱的时候都有大概三五个那个男生，啊，像这个年代我们那个国语有时候都不清楚，啊，老师哦，就是常常就是要上课的时候，叫我们不管哪一条歌一翻开了来，同学就是一定要先那个细说细读一下，那么才可以唱啊。啊，我们标都那个国语都发音都不标准，啊，我们家老师哦，有一次很好笑，就是哦，女生大概很多同学，啊，我们男生三五个，啊，我们的国语哦，就是像我老师的盯了十遍了，我们都叼不过来，你知道，台湾国语啊，啊，大家都笑翻了。但是也没关系，老师说快乐就好，我们尽量。哇，也没有给我们压力。你为团员带来这么欢乐的笑声，那你的这个不标准的国语反而是哈，不立了大功哎。老师很老了，老师还有李老师做起就很贴近我们同学，我们需要的。如果太先进了，太新潮了，我们跟不上。太啊，我们是喜欢刚好这个 tempo 刚好。哇！所以不怪你哈，拢无缺席。就是一定要来新感觉合唱团唱歌，蛮温馨的一个团队。是。接下来好像有副团长，你好，来哦，原来这个美丽，谢谢美丽的副团长。因为我们嘉喜哦，是后厝边招回来，后厝边到底回来到底来家里去，是，哇，就感动啊，都是后厝边的对啦，对，嘿，啊，你是啊，会来家做副团长。因为他们喜欢我吧。哇，太感动了！我们帮你拍拍手，谢谢。真的，我们这一团就是很快乐，然后有时候大家约好了出去玩呐，出去外面表演唱歌啦，到什么地方都可以。像说我们有一次去到一个景点呐，哈，然后刚好下什么蒙细雨啦，下着雨呢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即兴想到一首下着小雨的湖畔，我们就开始二部合唱起来了，然后就很多人在那里围观，在那里欣赏，我们就整个那一大堆人就整个陶醉在那个当中，啊，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要的，真的是坐在哎呀，真的是那个美景，啊，我们就开始想到那一首歌又很适合，你们去哪里？我们那一次是梅花湖，梅花湖不是宜兰梅花湖，梅花湖。光是听这个湖的名字就觉得很漂亮，陶醉了哈。对，那天也刚好下着雨，是，就我们刚好即兴，大家都唱的是哎呦二部合呈现，嘿，好多人看，我们就是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谁说我们唱的不好？谁说我们不会唱歌？对不对？对，快点嘞！因为我们的喜欢唱歌的朋友都赶快来学唱歌，加入我们团队很快乐哦。我们一样这样子，又美丽又快乐，这样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歌声就快乐呗，影响到旁边的人都会在助力在听我们唱歌。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山上，你打开弄腾架咖，你去瓜，你跳舞，腾架咖脱鞋子，好难怪啊！你看哪有一个合唱团会脱鞋子？你们两位呢？你们觉得是自己唱歌的时候跟来合唱团这样子唱歌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我呢？我是陈燕珠哈，他是赖丽娟，丽娟对啊，我是自从我唱歌来学唱歌以后，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，对，所以如果是歌唱班，我因为我有参加歌唱班，我们两个都有参加歌唱班跟感觉合唱团这样子。那如果要说歌唱班呢，我觉得一首歌它就是很
慢慢的，我觉得它就是一篇文章，一个故事，一种心情。所以如果歌唱班的话，它就是一个人在读一篇文章，一个人在听一首故一个故事，然后一个人在读一种心情。对，那如果是合唱团呢，它是大家一起来读这首听这首故事，那我们就是大家来读这一篇文章，听这一首故事，读这一种心情，是，然后我们的合唱团必须要非常的和谐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合唱团它就像唱山歌一样，在呼应之间呢，我们的节拍、我们的韵律一定都要非常正确，就像打排球一样，每个球都要接得很好。然后它的旋律要非常的正确，这样我们的歌唱起来就真的很好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我们杨老师一直要求我们的，他说合唱团韵律一定要对，节拍一定要对，你不能不唱在自己的，你不能自己随便乱唱，你自己随便乱唱的话，我们的和音要进来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主旋律我们责任也很重的。你在那个日记中间带着一点任性和迷路的表情，是你在那个雨季赶走了孤寂，温暖的手融化我仅有的坚定，天上一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，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，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，说我傻得可以还不是因为你，是你的声音带给我勇气，恋爱的频率直到我心底，如果你愿意，是的我愿意来做我幸福的主旋律，从前都是你，现在我相信恋爱的风景爱会更甜蜜，如果你愿意，是的我愿意爱的主旋律永远唱下去，是你在那个雨季赶走了孤寂，温暖的手融化我仅有的坚定，天上一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，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，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，说我傻得可以还不是因为你，是你的声音带给我勇气，恋爱的频率直达我心底，如果你愿意，是的我愿意来做我幸福的主旋律，从前都是你，现在我相信恋爱会放弃爱会更甜蜜，如果你愿意，是的我愿意爱的主旋律永远唱下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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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如果你愿意，是的我愿意爱着我幸福的主旋律，从前都是你，现在我相信天空会放晴爱会更甜蜜，如果你愿意，是的我愿意爱着主旋律永远唱下去，上一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，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，身边哇真是太棒了，今天非常感谢这么棒的超级好棒棒的 Hold to Me， 由杨倩文老师带领新感觉合唱团唱歌给我们听，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 Hold to Be 节目，跟大家期待再相会，耶、yeah!